Garcia 选择许书伟切进去抛投，这球再给到 Asho， 哇，这个球过去 Asho 高难度的出手，哎，拦一下，张博威拿到球之后翻身，一上来就有贡献，是就不需要几名洋将再赔上体能跟犯规啊，哇，这个防守成功啊，挡下来了，用左手上来的第四节决胜节开始 ，Asho 没有底线。孟学直接砍外围，扭到脚了，哎呦，糟糕糟糕，是出脚，巡城教练马上告诉裁判，对，然后其实他在打泰山高中，我那一年我也非常痛。OJ 没有大空档，这个球 Asho 手够快，空中对抗之后，这场比赛攻下了16分，林书伟。Asho 飞身进来，又一次的 NY。Asho 要再来，整个时间上啊受到了一点压力。陈文宁，14分的差距，生涯实现。哇 ，Asho 在后面也是。哇，他其实不太能够生气啊。哦。